一二一二，乌日火车站。5:34，早上5:34，差不多吧。现在是5:36，可以了。看一下隔壁的卖水果的，今天有来吗？好像有来。早。老大，早哎、欸，今天也有来。对啊，我刚刚去问海王子，看他有没有我要的鱼。他跟我说那有季节性。什么鱼？那个宝石鲈啊。哦。我吃过三次之后就没有再买过。那也很久没来，没有出现了。超好吃的。超好吃吗？是啊，那个鱼很特别，我没吃过啊。是啊，也是在你们这边买。那也是有他在卖啊，啊我没有看过哎、欸。没有买过。对啊。走，很搞炸。开了吗？开了啊！这个是谁啊？这个是谁？这个是谁？这个是谁？哎、欸，剪头发呢？哦，小哥哥，小哥哥。呵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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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頭髮是想好的你頭髮剛剛出來我準備給你應該這叫招頭髮要好招牌叫招頭髮要好拜託我沒有新的綽號海鬼子也就不愛聽啊叫招頭髮明天應該是擺這邊那讓爸爸來一個不然看不到你想我不敢我去吃完啊你想我不敢你可以我现在你另外没有
就这样，就再走再这样讲。好了，今天有樱花瓦斯炉。樱花炉。对，樱花瓦斯炉哦。昨天就有了。来对呀。来对，你到底有哪个快点？看到吧。哎、欸、，Benny， 好久不见。哎、欸，玉松，好久不见。Benny， 好久不见，第一个进来。Benny。对啊，新加坡人。Benny。对啊。我以前幼稚园的名字叫 Benny， 以前老师都取那英文名字有没有？你不 Benny， 你不适合 Benny， 你比较适合，你叫阿松。阿根，松雅，李成昭，吴彦祖昭，邱锦昭，青青昭，哎，今天要煮面吼，六传好阿未？张成昭，邱美昭，瑞兆昭，俊贤昭，今天开播的真早，我礼拜天都这样吼，志文昭，俊贤昭。现在是阿布、阿虎跟阿鬼只有在新大岗位出现。刀锋镰刀，燕霄长，绿玄刀，十万一，马来西亚啦，马来西亚 bro， 那是马来西亚的啦。你爽啊吼！我就知哦，我就知哦，一支嘴啦。谢康相公啊，青青啊，阿青的啊，阿青的啊。我现在在右边一点点，然后往上拉一点点。他不抠鼻梁呢，我怕我用镜头一种。青蛙鱼。拜礼拜啊，因为旅游到了都近的啊。我过来头十分钟，五点五分出发，五点十五到。我差不多五点十五到啊，计时拢弄，因为差不多今，因为差不多拜礼拜咪较早，拢头五点，因拢头五点十分到，啊，落车，落会，拜拜的。然后他五点四十就是，然后就是说，你差不多安尼固定的。来小弟啊，两位。对啊，我们今日去高雄啊，金山河甲顺达港。欧摩吗？哎，欧摩啊，哎，今年啊，今年个欧摩啊。哦，啊啦，你当夜叫？当夜叫啊？对吼，我知哦，你啊夜叫去，夜叫多袂买。来，亲亲那边借口一大堆，好啦，会怕就好。这边呢是九门上，今天的东西也蛮多的，老实说，今天蛮多的。今天你们可以慢慢看的。然后他在手柄箱，是看你啊，前面呢？冰城章，包，哎呀，太低，这新闻不，今天早晨，新闻太低，无，就选啊，冷冻的，啊。240，2400。
来这里。花香的一箱，他们到沙鹿来卖，因为龙井那个嘛，沙鹿要有点啦，因为不好找，因为不是说去那边卖就可以卖，那不一定有地方可以让你摆，不一定有可以地方可以摆，因为你摆下去，你还要观察到左右的邻居，然后那边有没有已经有人在里面了。然后摊子院，然后摊子院不愿意有人租给你，这个都是有考量，因为不是说要去那边就可以，因为他们在找很久才愿意，而且他们有专门在找的，就有朋友在，他去看一个点要看四次，就是看人潮，看左右邻居，他们什么时候开门，什么时候关门，不能只有考虑人潮，像。青衣，你啊，青衣，嗯，有些邻居不好，他会来吵你，会嫌弃你，怎么办？有的，所以不是说要摆就摆，真的，对啊，因为你有点，不是有点就好吗？没有，因为这上次不是找到那个游园路那边，不是有找到一个礼拜那个点，其实现在有在考虑，不一定会再继续摆。哦，不一定还会再去啊。对，所以不一定啊，不一定找到就可以了。哦，你拜五游园路一起的接你看啊，问题，你礼拜五我是在台中的第五市场。哦，哎呀，就是东郊北港那边。你看网络上叫他连地理一位，对，连地理。今天有佛跳墙吗？我看一下，等一下，有佛跳墙吗？有哈。羊肉卤只有一箱，羊肉卤被卖光了，羊肉已经被卖光了哈。羊肉卤今天只有一箱哦，因为已经卖到缺货了，出不来了啦。这一张，白云章。今天羊肉卤只有一箱哦，要的赶快来拿哦，那可能一上来就没了。最近没有吃木鱼啊。你最近哦，最近乌鱼就出来，三百来个只。他在咸鱼无啊呢？点跟欧猫，值班的，值班类的，谢谢。这个吃过就要吃过一次，记住它的味道。这个都是你吃过的。对，你要吃过一次，要这种东西要有些东西要尝过一次，这辈子才会记知道它的味道。谢谢。不会，大哥。能不能帮我？
这是啊。你过一边慢些，一边开，慢些去抓你来。这包野吗？没你听来无？真好用。清洁了啊！清洁了，好啊，好。今天有姜鱼。刚刚吃过啦。黑蚂蚱。对啊，一季一季的，上一期过了。现在有的话也是很动。嗯，就没那么新鲜。哦，哎呀，嗯，一季一季，最近是乌鱼，最近是乌鱼季。有没有昨天卖的那个乌鱼标？没有，乌鱼快没了。江鱼啊？乌鱼，你昨天卖的那个乌鱼标还有吗？没有。对，那个因为那是季节来的时候才有大出，最近就没有了。像最近你看那乌鱼就很多，就是最近是乌鱼季。所以他就会最近会有乌鱼子啊，乌鱼标啊。香鱼就是季节过了，他就不会拿了，因为拿了就第一个价格不好，第二个没那么好吃。对，羊肉卤子在今天，羊肉卤被他们卖到缺货了，然后他们自己进的还缺货，自己生产的还缺货。你看，芙蓉渣、黑麦渣、蛇蚝渣、这个水、冬笋蒸、哦、银坤枣、麦克老枣。因为现在天还没亮哦，所以看没有很清楚。亚莲渣，我知啊，你那没被钓啊没？加味道。乌日就是这样子啊，乌日是比较特别，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乌日人就特别吵。我爸
你就知道有多夸张。那个你没有看过这种天还没亮就在叫卖的吗？谢谢。